房重建手术已经过了6个月了，您这近况如何？哦，我觉得这6个月也过得蛮快的，而且这6个月，我过得吧，我觉得跟我就是得病以来的这10年是完全不同的一段时间。虽然是短暂的6个月，但是我觉得内心深处真的是充满了希望。而且我发现我越来越，就是这6个月以来，我越来越忘掉我曾经生过病了。你觉得奇怪吗？以前我就是每次看到自己的时候，我内心深处我在说，我是一个病人。但是现在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我觉得我没病啊，我简直想不起来，我真的是生过一场病。我觉得这种感觉真是太好了。我觉得我离美丽的距离越来越近了。第一次手术那个是比较难一点的，那接下来这个手术呢，我更是有勇气面对，然后我也是特别的期待今天手术完了以后我自己更加完美了。内心深处是非常非常高兴的，非常感谢凤凰医院，感谢各位啊姐姐妹妹对我的照顾，还有各位院长啊对我一直以来的关心惦念。上次呢在韩国3月9号做完手术，我是3月20号离开韩国，然后离开的头一天，其实我已经迫不及待的在韩国街上买了一套我最喜欢的，也是挺昂贵的一套内衣呢。然后我回去等待我就是当时恢复的差不多了以后啊，然后我就赶紧穿上试了，看来看去感觉特别的好。然后我回到国内以后，然后我也是就是迫不及待的到那个内衣商店，我然后过去挑选了我最喜欢的颜色还有款式我最喜欢的，我给我自己挑了2套。那我现在呢今天这个手术完了以后，我其实还有很多中意的，但是因为也是经济原因吧，然后等我回去以后不是更完美了吗，那我再多多买几套来了却我的这一种心愿吧。反正内心深处，万一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大的渴望，我就是内衣，我就是想拥有想拥有多套我最喜欢的因为我想这个好像总以为是不会实现了。在我来看这个手术非常难，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重建这个手术，而且就像我也了解到的，他好多人不适合做，是吧？然后我这么幸运我可以做，而且这么幸运的咱们棒棒医院为我免费做，我是跨国从中国来到这里，我感觉太不容易了，所以我一定要珍惜。